为推广新著名的岛国文化，国信强烈图书馆争取到县府文化局112年公共图书馆岛国国土推广计划经费。伫个国信国小附设幼儿园举办越南新著名童谣童歌活动，予3岁到6岁小朋友学习到越南语以及童谣，除了熟悉异国的语言文化，也来开阔幼儿学习国际语文的竞争力。对，就是说这首歌，他在讲说小朋友三岁时候要去读幼稚园就不能爱哭，知道吗？爱哭的话就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就不喜欢的，所以我们上学的时候要开开心心来上学。南投县有多元的族群，除了河洛客家原住民，还有带了印尼越南的新住民。老师教小朋友唱越南的囡仔歌，还有用越南语来学数字。那我们希望说从小他可以有习惯听到这个越南的数字怎么念，还有颜色怎么分辨，还有我们的儿歌，那久而久之他会习惯的话，他上国小还是国中高中的话，他对这个文化不会这么排斥。为了要教育小朋友熟悉不同的文化，国姓乡立图书馆争取县府文化局的经费，除了客家话，还有新住民的语言。所以我们从幼儿园这一块来做一个语言的基础的一个执行哦，大概是3到6岁的幼儿，我们来做一个越南语的教学，像单字啦、数字这方面，然后我们来推广。国姓乡有真侪大陆越南的新住民，和小朋友熟悉无同款国家的文化，促进族群的融合，避免对新住民的轻视。语言多元化的学习，让小朋友能够更贴近这个国家，或是语言程度的接触，相信能够让小朋友接触不一样的文化，让小朋友更贴近这个文化，更喜欢这个文化。透过唱囡仔歌歌乐，还有简单的数字，熟悉无同款的语言文化，和小朋友自细汉学会好尊重无同款的族群，建立友善新住民的观念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